茶，大家俾个心翻嚟当下。啊，我哋上次用一种比较顺滑嘅方式去进入禅修。啊，意思系咧，啊，我哋唔好将禅修同生活咧分隔。啊，唔好一谂起禅修咧就系、是。要摆出特定嘅姿势，啊，跟住就要将注意力摆喺特定嘅位置。啊，最重要嘅禅修嘅起点咧，啊，就唔系我哋嘅鼻哥窿，啊，唔系我哋嘅小腹，啊，而系我哋嘅念，啊，即系甘心，啊，即系我哋嘅心翻嚟觉知当下，清醒地喺翻当下。我哋做到有念嘅状态咧，啊，同姿势冇关系嘅。啊，就算你姿势摆到几靓，双盘翘得几好，唔代表有念。有念就系清醒地知道啊当下自己嘅身心状况。啊，我哋觉知当下嘅啊对境，喺呢个境咧。就喺翻我哋呢个五蕴嘅度，啊！我哋做到咁样咧，其实已经开始咗禅修。就算你身体仲喐紧，啊，眼未眯埋眼，啊，仲开住眼嘅，啊，其实冇影响，禅修已经开始咗。系一开始要建立起呢个念先，无论你开眼定系合眼。啊！俾自己有念，啊，即持续地觉知当下。啊，就算你平眼望住前面嘅啊呢、这个榻榻米，系咪？你望住呢个榻榻米，呢、这个就系你嘅禅修对象嚟嘅，系你嘅对境。但你系清晰地感受当下你望紧呢一个状态。如果你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有念。同样地看呼吸也都是一样。清晰地在当下觉知当下的呼吸起伏。那就是有念。而不是一种盲目的打压或者是追逐。禅修只有当下的。啊！冇过去，冇未来。啊！唔使你头先嗰一秒钟，我哋做得好唔好，亦都唔使理我哋下一秒钟会唔会去到咩状态、咩境界。啊！觉知当下呢个身体坐紧喺度，系呢个身体喺度呼吸紧。保持一个谦卑的觉知，我们只需要是知道的，不用去改造任何东西，不用去要求任何境界。很卑微地去知道现在这个身体呼吸着。
将我哋嘅心寄托俾呼吸。我哋只要将自己摆上去呼吸嘅度啫，唔使去捉实，唔使去留住佢，我哋跟随住佢。呼吸就好似流水一样，你如果谂住用你嘅手努力去捉住啲水，不断咁捉，佢又不断咁流走，你就不断咁样好用力。但如果你只系将自己跳落去水道，你跟住个水走，个水就一路喺你身边。呼吸就是好像这样的流水，我们不用用力去捉住它，我们跳下去跟随着它。松入呼吸，将自己放松沉入去，交给它。你并不是呼吸的主人，只是一个很卑微的知者。呼吸就是大自然的现象，是大自然的法。我们借着它来保持对当下的念。不要去干扰呼吸，让呼吸自然放松。我们只要不打扰它，各自呼吸的每个细节，我们都保持不打扰。
你呢个呼吸完全自然，完全唔受人为干扰，自然流动。先俾呢个心系习惯去跟随呼吸，而唔系去主导呼吸。在每一呼每一吸入面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是被呼吸带领心，而不是心去带领呼吸。俾呢个心停止躁动，佢躁动佢就会谂住去主宰、去揾、去改造。俾佢松落嚟，交俾呼吸去引导啫。
俾呢個呼吸自然之後，啊，咁我哋就喺呼吸嘅節奏之中，啊，嚟放鬆頭腦。覺知我哋頭部呢個區域，隨住每一呼每一吸嘅節奏，俾佢鬆開，俾佢沉澱。啊，呢個係一個善意嘅邀請，並唔係一個要求。并不是我们去努力令个头脑放松，而是我们将头脑交给呼吸的节奏，在呼吸里面放松休息，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搞它，不要打扰它休息。只要我們不去主動攪動它，那它就是處於一種休息沉澱的狀態。它可能會有一些念頭或者影像自動跳出來，這些被動的念頭只是之前的那個慣性，我們由它釋放出來，就好似排毒咁嘅啫。啊，但系我哋即系需要唔去主动教育佢，啊，俾呢个头脑喺一呼一吸嘅节奏之中休息。其實頭腦的所有躁動，最初就是我們的心主動搞出來，我們心的推動就是它躁動的因。我們現在就停下這個因，就好像駕車我們不再踩油門一樣，這樣我們即使不刹车，个车佢碌一阵，佢自己都会停低。我哋小心嘅就系唔好踩油门，唔好再搞喐佢，啊，俾佢自己滑行，自己停低。呼吸就是自然的律动，好像计时器一样，它和头脑的逐步放松并无冲突。如果你的头脑个吊举好明显嘅话，好强嘅话，你可以将更多嘅关注摆喺呼气嗰度，想象就系透过每次嘅呼气，你嘅头脑入边嘅嗰啲躁动，都会得到少少嘅释放。得到少少的放松，啊，记住这个少少，啊，这个很重要，啊，不要要求多多，啊，不要要求一下它立刻停下来，
是一种善意的，是一种祝福性的，邀请他放松。其实就好像我们做瑜伽拉筋一样，每次呼气我们再松一点，每次呼气再松一点，这样的感觉。同样的道理，我们放松头脑，每次呼气再沉入去松多一点，但不要太过侵略性，保持善意。这个是一种对峙的方便，是当我们头脑真的很活跃的时候，调举很强烈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的放松作意。但记住不要变成打压，当你用意太重就变成打压，就好像要禁停它一样。这个动机很重要，这个就是正思维，不要用一种侵略性的方式或者一种对抗性的方式去放松，是善意的放松，祝福的放松。你头脑继续在呼吸中休息，如果它已经达到某程度的放松和平定，我们就不需要再用那种呼气作意放松的方式，就比较自然。
你个头脑放松，佢就会慢慢变得清明。你可以慢慢注意力送入这种清明的状态，呼吸自然流动。每一呼每一吸都是在这种的清明的空间之中。记住松入的原则，放松地安住在这个状态之中，不要用力去执取，一执取心就紧了。即是将所有东西交给自然的呼吸，交给呼吸去引领，
喺呢个头脑嘅清明慢慢变得稳定，咁我哋就可以放开佢。我哋将注意力沉落去心口中间嘅位置，喺呢一个区域呢一片空间，自然咁样呼吸。我哋邀请呢一片空间放松，喺每一个呼吸之中慢慢沉淀松开。我哋心口區域，你可能会感受到一啲情绪嘅紧绷、压力，我哋又谂住将佢好放心咁样将佢交俾呢一个自然嘅呼吸。俾佢隨風消散，這個自然的風，佢包容接納所有的情緒，我哋可以好安心咁樣，完全將佢釋放，跟隨住呢個自然嘅呼吸，
俾呢个心轮慢慢松开。慢慢好似莲花咁样绽放，它是一种松开的绽放，当我们放低了情绪的躁动，我们就会对每个当下感到满足，没有任何的不满，所有的不满都是贪或者是嗔，都是负面的情绪，都是来自欲望。如果我们当下的心没有欲望，它就是自然处于一种满足饱满的状态，放松我们想去求取某些东西的这种心，这种动机。我们没有东西求，没有东西需要得到，当下的呼吸已经是最圆满，在心口中间这一片空间里面，我们满足地自然呼吸，即使有负面的情绪记忆出现，我们都一样包容接纳，放下它，一个饱满的心，它就自然充满慈悲喜舍，舍心就是一种包容和宽恕的心，因为明白我们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是因缘和合，都是业报，我们可以完全毫无保留地宽恕接纳它，然后放下它，这个心它就可以面对任何境都保持满足，我们不需要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平静地满足于当下的呼吸。
慢慢喺心口中间呢个区域，你会感受到一片祥和。这个就是我们无贪无嗔的健康状态，正常状态。我们的心本来就具足的喜乐。我们让他在这种状态之中好好休养一下，我们不要去打搅他，我们随喜他，祝福他，但不要打搅他。在这种祥和的感受中自然呼吸，如果你的这种祥和的感受慢慢变得清凉沉淀下来，
好似个心去饮饱水一样，佢就自然想倾向更加深层次嘅放松平静。咁我哋就将注意力再沉落去小腹中间嘅位置，喺呢一片空间，我哋可以安心咁休息。好似翻你阿妈嘅子宫一样，完全嘅安稳宁静。你可以放低晒所有嘅戒心，所有嘅负担，所有嘅自我印象。在这里完全地休息，每一个呼吸都是宁静。随着呼吸的节奏，送入这种的宁静。它是一种所有东西的知识，放松到极致，所有东西都平静下来。这种平静之中，被身心的躁动完全停低。俾你的心懒得去提起任何嘢，只是剩低一片纯粹的觉知。这个觉知是心的本色，本来面目。
就好似鏡佢自然嘅反照嘅能力一樣，係唔需要任何力氣去維持。我哋嘅身心越係平息，這個心本來的反照的能力它就越清晰。覺知呢一種所有躁動知識之後嘅嗰種清明嘅心，純粹覺知。佢係無形無相，無邊無際。你俾呢個心喺呢種本來嘅狀態之下之中，俾佢喺呢度安定落嚟。这个状态的心，它摆脱了所有的躁动，摆脱了五盖，它就是从五盖的枷锁里面解脱了出来。翻返嚟佢自己本來嘅狀態，本來嘅屋企，要觉知这一个咁光明美妙的心，它依然都是无常，它
佢依然都係因緣和合，只係一種暫時嘅狀態。佢並唔係屬於我哋嘅嘢，亦都唔係我哋嘅自我。佢只係大自然嘅現象。就好似晴天嘅天氣，烏雲散去，自然就晴天啦。但無論是烏雲定係晴天，都唔係屬於我哋，亦都唔係永恆。所有全部都是大自然的因缘法，就连这个觉知，它也是大自然的元素，没有一个我在里面。不要以为一个光明的心就是自己的真我，全部都是大自然的，阴天又好，晴天又好，由始至终都只有自然法在这里运作。不要去黏着任何的状态，让个心倾向离欲，倾向放下。在每个当下，每个呼吸，感受这种无我，感受这种法，
哋依家喺心入边回向，将我哋今日前修嘅功德供养自己内心嘅三宝。愿这个心可以在三宝入面成长，也希望这个功德能够同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都可以感受我哋嘅平静安稳，而佢哋都可以喺三宝入边成长。今日的引导就比较是完整的那个四念处。跟到就跟了。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去进入的。我们一层一层这样去放松放下。咁后边嗰啲就自然水到渠成。其实并唔系啲咩好高深、遥不可及嘅嘢。佛陀呢个十六圣行嘅教法，其实系一个好流畅嘅流程嚟嘅。系一步一步咁样去做到咧。咁後面又會好自然咁樣發生。大抵而言咧，個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身念處，佢就係個目方向咧，就係平息身行。即係我哋屬於身體層面嘅嗰啲氣血躁動，即係我哋身體入邊嘅嗰啲震動，頭腦嘅躁動，呢個屬於呢一部分。第二部分受念处就是平息心行，心行就是我们的感受、受和想，主要这里就是平息我们的受，我们内心会产生的那个喜悦，再发展成一个比较清凉的乐，再是慢慢再平息，变成舍。这个就是一 个感受慢慢平息的一个状态。这个就属于心行的知识。第三阶段就是当我们的身行和心行都平息之后，那个心呢，那个知者本身呢，它就会显现出来。它就是一个好像没了乌云遮蔽的天空一样。佢就自然呈現出嗰個心嘅本來面目，佢就係一種無形無相、無邊無際嘅覺知，只係呢種嘅能知嘅現象。俾佢喺呢種嘅狀態之中穩定落嚟，呢個就係去到心解脱嘅位置，亦即係禅定嘅位置。然後我們就是隨觀、起觀，
其實亦都係自然咁樣發生。我哋只係知道眼前呢個咁廣大嘅安穩嘅心，佢其實都係無常，佢其實都係無我嘅，唔屬於我哋，都係大自然嘅現象。透過呢種法義嘅思維作意，我哋就可以連呢個心都唔執著，都可以放低。唔執著放低，唔係代表佢唔存在。其實所有嘢依然存在，我哋身心依然係存在運作緊。但係我哋係唔執著啫，即係唔去黏著佢。我哋睇呢個身心嘅各種現象，就好似睇出邊嘅山川大地一樣，大自然嘅風景啫。用呢種嘅角度去觀察，去作意思維呢個五運唔係我。咁個心咧對於呢個五運嘅黏著咧，慢慢減淡。我哋個定力越強咧，停留喺呢種嘅思維狀態之中，就越耐越深入。咁佢能夠破除、能夠放低嘅嗰個執著嘅就越多。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向內深入的一個過程，一層一層這樣去解開外面的這個遮蔽，向內，然後就是連這個執著，這個我執這件事都慢慢可以放鬆。其實這個就是佛陀所教的一個十六聖行，身受心法的四個階段。去訓練好前面的階段，去熟練一下。其實最大的那個門檻呢，其實就是那個放鬆頭腦這裡。大部分人都是在釣舉啊、分層啊這裡卡住了。但其實是可以訓練的，即是我們多些去練習，放鬆頭腦，慢慢你就會掌握到技巧，你就會懂得分得清頭腦放鬆，讓頭腦休息，不是覺知休息，頭腦不是心，心不是頭腦。其實放鬆頭腦，大家可以不妨用一個輔助的練習。咁我哋大家可以即刻試下啦。而家我哋右手擺喺右手，擺喺膝頭哥上面，掌心向上咁樣擺喺度啦。我哋依家感覺你嘅右手，你保持呢個右手咧完全放鬆，一丁點嘅力都冇。一丁一丁一丁點嘅力都冇，維持呢種完全放鬆嘅狀態。喺呢個過程入邊，你可以知道個呼吸，跟隨個呼吸起伏，喺呼吸嘅節奏之中保持呢個右手嘅放鬆。其實就係咁樣嘅道理啫。放鬆手咧，我諗差唔多個人都可以做到。咁我哋放鬆頭腦咧，就係用你嘅頭腦代替呢個手嘅位置啫。你而家試下啦。我哋唔使一定眯埋眼，我哋只係開住眼都可以做。放鬆你嘅頭腦，就好似頭先放鬆你右手一樣。俾個頭腦保持一丁點嘅力都冇用。完全休息的狀態，自然呼吸。呼吸就是好像只是代表時間的流動，在這個流動之中保持頭腦放鬆。
記住嗰個你作義嘅態度咧，好緊要，唔好用一個打壓嘅對抗嘅心去放鬆，而係一種善意嘅柔軟嘅。你又諗住好似唔干擾佢啫，唔打擾佢，安心咁樣喺呼吸呢一邊，俾個頭腦保持放鬆。就是这样的方式了。这个呢就可以多一点练习。如果你一下你拿不到放松头脑的感觉呢，那你用右手开始先。作为一个过渡。那你拿到一个保持头手右手放松的状态。再用这一种的同样的状态套入去放松头脑。但记住我刚才所提的重点，就是你的态度，不要是一种重高压式的放松，也不是一种对抗式的放松。这个其实就是正思维里面的所说的无畏和不害，即嗔畏心就是一种对抗的心。而这个侵害心呢，就是一种打压的心。这两种态度呢，就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放松的时候，就如果你太过 aggressive 呢，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侵害心。如果你太过是抗拒抵制它，好像要防住挡住这样的，这个就是侵畏。所以我们要避免出現呢一種嘅打壓式嘅放鬆咧，我哋就要加埋慈心嘅元素，加埋呢個慈悲嘅元素，即係好似我哋好慈悲咁樣，俾個頭腦，我哋邀請佢放鬆啫，保持放鬆，而我哋唔打攪佢喺呼吸呢度，咁樣講明唔明啊？咁去練習多啲呢個步驟。这个步骤你熟练了，咁处理我们的吊举和分层就容易很多。吊举分层处理了，咁我们的精神就会得到休息，你的精神就得到恢复，而且是听话，即是你的觉知摆在哪里，它就很稳定地摆在哪里。有了这个放松的头脑之后，没有了吊举分层之后，咁之后的步骤就容易很多了。大家当是一种技巧，咁去训练咯。系，你当将头脑当成系一嚿肌肉得噶啦。咁同我哋放松手啊、放松脚啊、放松肚腩啊，其实一样意思啫。但系你要察觉下，头先我哋放松手嘅时候，其实你系好专注嘅，系咪？你的意念咧系时刻冇离开只手嘅。虽然你是作意放松啫，但你意念、你的觉知冇离开到佢，因为一离开佢就会惯性跌落去，喐啊，做作，撩啦，手就开始紧啦，系咪？所以我哋保持放松咧，其实系要专注嘅，所以同样地，你保持头脑嘅放松咧，都系要专注，但系呢个专注咧就并唔系一种嘅，我好强调个，唔系一种打压性嘅专注。不是一种对抗性的专注，而是作意放松，作意不干预，这样这种的专注就是安全的。如果你的专注力里面带着打压啊、对抗啊这样的讯息，那就会影响你的头脑，你时间耐了，你的头脑就会胀啊、紧啊、实啊、重啊，有些人好像带着个头箍那样，或者戴着头盔咁样，或者开始成个头变咗一嚿铁咁样，都有系可以好紧。个紧就系因为你系用住呢种嘅打压嘅心、压制嘅心，而唔系一种松嘅一种俾佢回归自然嘅嗰种作意所以这个觉知嘅嗰、那个。你的态度呢，
啊，佢重要嘅地方就喺呢度。啊，即係正思維啊，其實就正思維。啊，正思維有三樣啦，有冇人唔知啊？未聽過啊？啊，正思維咧，啊，第一個就係出離思維啦，啊，出離啊，即係出離就係、是、啊，即係冇貪嘅狀態，啊，冇慾貪嘅狀態，啊，出離慾貪。啊，即係話我哋唔慾貪就係指對任何一個感官對象，對任何一個境嘅一個找取、捉取嘅狀態，而出離咧就係一個唔執取啊、唔捉取嘅狀態、唔捉取嘅心態啊。咁呢個係無貪嘅呢一邊啦，係咪？咁另外頭先講啊，無畏同埋不害思維，呢、這個屬於無親嘅個部分啊。呢、這個親畏咧，佢係一種防御性嘅親心，對抗嘅撐住嘅，唔俾佢埋你嘅啊。而侵害咧就係、是、一種嘅攻擊性嘅親心啊，係主動出擊嘅，砌低佢嘅啊，兩者都係親心啊。咁而要我哋要保持個心唔親心，其實就係慈悲嘅狀態嘅，係個柔軟嘅慈悲嘅狀態啊。所以呢、這個形成我哋正確嘅心態咧，其實就係慈悲同埋智慧咯。啊，智慧就係要我哋唔貪、唔執著、唔去黏著個對象。啊，而慈悲咧就係要我哋唔無親，啊，唔對抗、唔打壓。啊，尤其是對抗打壓呢一點啊，親心嘅呢一點啊，往往你好用力專注嘅時候，一諗住用力咧，往往背後就帶住呢啲親心噶啦。啊，其實傷害我哋嘅身體嘅，其實唔係話專注力，單純嘅專注力，而係呢一個專注力入面所包含嘅親心，啊貪或者係親啦，啊貪都係會緊嘅，因為一種找取嘅動作，啊我想要啊捉住個呼吸咁樣，一路死死咁箍住呼吸，咁你啲身體氣咧就喺度，俾佢找實曬凝聚曬喺度緊曬。貪同親都係有咁樣嘅一個緊嘅效果啊，咁所以好多啲人善病就咁樣嚟咯。啊，你嘅意念擺喺邊度，意守邊度都係死嘅，因為你個意係錯嘅，係一包含咗貪或者親啊。所以點解個正見正思維咁重要咧？啊，佢就係呢一個心法啊，你嘅正確嘅用心啊，你嘅善修先唔會出錯。自己好好去摸索體會一下啊！如果需要重温今日講嘅嘢，你可以聽翻錄音。好啦，啊，有咩問題？我想問咧，我嗰陣時病嗰陣，喺個腦上嗰啲嘢，成日都有，真係好痛嘅。是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了。你看看我们说不好想不好想不好想，这个是什么心态？是不是一个打压的心态？是不是你不喜欢念头不断起，所以你要压住它，不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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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没有错，但是这种打压的态度是错。我应该点专注喺边度？专注喺松啊！其实头脑谂嘢都系头脑喺度用力噶嘛，系咪？佢不断咁啊抽搐紧、用力紧嘅，咁啲念头不断咁啊挤出嚟啊！咁我哋就要好似将头脑成嚿啲肌肉咁样放松啊！即系好似你嘅手喺度抽筋啦啊！咁你依家用嘅方式就系压住佢，唔好抽，唔好抽，唔好抽啊！咁呢个佢入边嘅压力一定喺度，对抗式嘅。是不是很消耗的，而我們如果你要令到它平靜就是要作而鬆，它抽筋的時候作而鬆鬆鬆鬆這樣，這樣才會達到一個真正的平靜。你這樣壓住它，你只是可能表面上看不到有動作，但是它裡面是互相對抗、互相消耗，是很累的，就是我剛才講的放鬆頭腦的一個練習，好好去練習一下。
啊，咁咪網上嘅問題。第一題，上星期袁師傅提到關於強迫症嘅問題，係因為貪念，九次洗手之後先至感到有快樂嘅感覺。心內其實好痛苦，不斷重複，係因為心裏有好大嘅恐懼，重複做咗都無法安心離開。在冷靜嘅時候，觀心發現係恐懼作怪。而且通常有事情執着，思維不能停止時，而特別容易出現呢種強迫症。請問法師，我應該如何對治呢種貪同埋嗔咧？係一體嘅兩面嚟嘅，即係我哋貪一樣嘢咧，佢哋一定係會嗔佢嘅反面嘅狀態，而你嗔一樣嘢咧。一定是代表你是貪著他的反面狀態，恐懼是屬於親心來的，即是我們恐懼一件事，非常恐懼的話，其實也是代表我們對於他的反面的狀態是非常執著的，所以你就要會不斷地去重複，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安心的狀態，其實這個過程就是貪和親。我上次說的就是說那個原因不是說貪，而是說執，我用的是這個字，執著，你對一樣東西的執著越深，那它對你的那種的強制性的控制就越強，你越是執著一樣東西，你就越受的控制，所以這個執呢，它是可以去到一個很強烈的狀態的話，是可以很病態的，所以其實精神，即剛才說的這個強迫症的狀態，其實就是處於一種病態的狀態，咁佢本質上都係一種強烈嘅執，即係我上次係舉例咧，係我嚟表示就係話我哋個執越深咧，個苦就越大，係咪？所以我哋要令到自己唔好受咁大苦咧，我哋嘅方向就應該係離執嘅，應該減少我哋對任何事物嘅執著，咁樣我哋嘅心先會越嚟越輕鬆自在。啊！呢個係滅苦嘅方向啊！咁至於就話即係有個咁嘅情況之下，點樣搞咧？其實當某樣嘢由量變去到質變嘅時候，佢影響咗我哋嘅生理結構，即係我哋嘅生理結構上頭腦入邊嘅嗰啲分泌啊，嗰啲化學物質嘅平衡啊，佢影響咗生理層面之後咧，其實呢個情況咧係用一啲物質性嘅嘢咧係最有效。而且話係食藥係最有效咁，如果我哋嘅嗰個情況咧，未至於咁嚴重嘅，未至於就係影響到我哋生理嘅結構啊，或者係化學嘅層面嘅失衡嘅話咧，咁啊仲可以用禪修啊、心理輔導啊，或者其他嘅一啲輔助手段係可以解決到。但如果係嚴重嘅程度咧，任何一種精神嘅疾病咧，嚴重嘅程度咧。其實都應該是 要有呢個藥物的幫助，就不要諗住所有嘢靠我，只係靠打坐去搞掂，要看有咩程度所以就要你打坐可以，即係禪修可以係一種嘅輔助嘅手段但係唔好諗住呢個係唯一，即係可以能醫百病嘅嘢如果係你個狀態較為嚴重嘅話咧，真係要去揾下。嗰啲專業人士精神科醫生睇下有冇啲藥物可以控制到控制到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加埋其他嘅一啲心理治療嘅元素咁可以就會幫到我哋過翻一個較為正常嘅生活。第二係有師傅，請問如何面對親人有情緒病，會經常情緒勒索？一方面又知道有病要喺量力解，另一方面又好容易起嗔心。感謝師父。佢哋綁架我哋，我哋可以唔接受佢綁架，係咪？雖然我哋唔一定要同佢嗌交，同佢對抗，但係我哋可以唔講嘢。咁即係唔講嘢，即係唔需要就係話。
因佢嘅一啲行為去嬲啊，去乜嘢？即係我哋知道依家呢一刻啊，同佢又唔會有啲咩有效嘅溝通啦。咁呢個時候其實我哋最好就係唔講嘢嘅啊。就如果你可以啊，個環境係許可嘅，你可以離開嗰個場景嘅，咁不妨可以離開一下，因為要睇嗰個狀態。如果是大家雙方的情緒處於一個很對抗性的狀態，其實什麼溝通都做不到了，那倒不如避開一下。那我們就是 要保護自己的心，不要就是夾硬來，不要以為我們怎樣去跟他講道理，或者大聲一點蓋過他，鬧醒他，他就會改變。這個是我們很多人的錯誤觀念，要改變一個人是非常艱難的。所以我哋能够保持到我哋唔受佢改，唔受佢干扰咧，已经好犀利噶。所以要善于利用我哋嘅呢个圣物言即系 Holy Silence 啊 ，Noble Silence 啊，即系我哋嘅唔讲嘢呢个选项啊。我哋可以选择唔讲嘢，我哋可以选择自己心平静。等大家嗰個狀態好咗啦，有咗溝通嘅條件之下，你先隨緣咁樣去溝通。第三題，師傅，請問佛陀有沒有規定出家仲需要素食？南傳佛教又如何看素食？與中土的佛教有不同的看法嗎？咁你聽你後面嗰幾句咧，我估你都知道南傳佛教冇規定要素食嘅，係咪？咁呢啲其實都係好簡單嘅資料，即係你一撳個 Google 你就揾到噶啦。南傳佛教咧係冇素食呢樣嘢，或者話比丘戒入邊咧係冇素食呢一個規定嘅，冇呢條戒嘅。反而咧就有好多條戒咧係同食慾相關嘅。誒冇規定素食，但係咧食肉咧係有條件嘅，係要三正肉啦，亦都係即係生嘅肉唔食啦，亦都有係一啲十種唔食得嘅肉，等等呢啲規條，咁如果係素食嘅話，根本就冇需要呢啲戒律啦，其實呢一點就係好明顯嘅，我講嘅就係話我哋比丘嘅戒律入邊冇呢一項啫。但係我唔係話即係食素係好或者唔好，我唔係講緊呢一點啊。咁即係我個人嚟講咧我都覺得係，如果我哋比丘有條件嘅其實可以素食嘅話咧素食都係有幫助我哋善修嘅因為你個心就會會少啲躁動即係我哋嘅食物咧，同我哋身體嘅嗰個氣血啊，係好有關係嘅，係咪？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啊，食肉者汗，食穀者瘦，係咪？咁啊就佢係影響我哋嘅身體嘅一啲能量狀態啊。咁唔係話食肉就一定唔會平靜啊，但係就可能就多少少障礙啊。如果你有咁嘅條件可以食素嘅咁不妨食素因為我哋即係。古時的比丘咧，佢托缽為生噶嘛，包括我哋依家即係南傳嘅比丘都係托缽為生。咁托缽咧就其實就係你去到邊咁樣托缽咁樣攞到乜嘢就食乜嘢啦。喺好多地方咧，你得到嘅食物係唔夠嘅。咁你呢個時候就根本就冇得選擇嘅。第二咧，即係我哋依家現代社會都仲好啦即係物質係。相對2500多年前咧，係更加豐盛啊！啲居士可以布施到嘅食物咧，亦都可以更加份量更加足啊！食唔飽嘅情況咧就好少啊！但係你諗下以前嗰個年代，以前咁樣嘅狀態你係好難真係日日食得飽嘅啊！咁呢個時候我哋根本就好難就再挑剔話係肉定唔係肉因為食肉咧同埋殺生咧，大家要。分得清啊，唔係等同嘅啊，千祈唔好將呢個劃等號啊。佛陀係我哋有戒律係唔殺生，但係冇戒律係不准食肉啊。肉咧只係一種食物啫啊。咁啊即係呢一點咧我就唔再去即係打開去討論啦。之前都其實
斷斷續續咁樣都講咗好多呢方面嘅嘢啊。咁只不過就係話即係啊，對於食素嘅睇法咧，我自己都係食素嘅啊，即係雖然唔係大成嘅素啊，係都係啲啊誒蛋奶素啊，即係我師傅都係我師傅自願咁樣，所以我一路都係咁，亦都係咁樣啊。咁我都覺得係呢、這個，如果有條件可以食素咧，係好嘅，好事嚟嘅啊。我自己都係鼓勵嘅啊，但係就唔好誒作為一個。一種綁架他人的方式，因為他不可以將他上升到就是說殺生啊，或者是一食肉就是不慈悲啊，不可以上升到這個高度的，這樣說是不理性的。但是我們就如果在食物的層面來看，食素是有益的。好了。第四題，與師傅你好，我諗緊自嗔心是否自我保護機制？好像見到這件事的東西就會馬上縮手，究竟嗔心是一個什麼來的？它是一個平衡還是一個 dress code， 即是臨界點？是不是一起嗔心就是不好呢？究竟嗔心有沒有一個好和不好的範圍？師傅，我們身體會有啲嘅本能反應，譬如我哋手掂到火，佢自動縮翻嚟，啊呢種反射動作。啊，咁呢種嘅反射動作咧，呢個過程咧其實冇包含嗔心嘅。啊，因為嗔心咧係一種你嘅心嘅動作，佢有個動機，有產生啲動機推動力啊而作出嘅反應。啊，呢種狀態之下啊，先至係叫做嗔心。啊，但係我哋手縮翻嚟咁樣，佢只是一種神經弧的反射，是不是只是一種反射動作，裡面沒有包含任何動機的，就是我們在未反應之前已經縮回來了，就是不會有任何動機去作任何決定，除非你很專心地專注地伸隻手入個火洞，諗住我唔喐，我唔喐，我唔喐，咁有可能就可以用呢種嘅意志力壓過你的本能反應，咁呢個就有動機嘅。但如果一般的情況咧，嗰種就唔屬於嗔心，因為佢冇動機，所以嗔心係一種嘅，即係一種推動力嘅嘢，係一個抗拒嘅動機，個心抗拒嘅動作，咁佢引發咗一種情緒嘅推動力，再引發咗我哋呢、這個頭腦嘅同埋與即係身口意上面嘅行為，咁呢個先係嗰個嗔心。所以呢種咧就會構成一個業，業咧即係動作嘅意思，即係行為嘅意思啊。咁啊，業力咧就係呢個動作所帶出嚟嘅一個力，係咩力咧？其實就習慣慣性力。咁所有嘅慣性嘅培養咧，係要我哋有動機嘅，有動機嘅滋養，呢種習慣咧先會慢慢壯大。所以呢，如果沒有動機的行為呢，它是不造成業力的，不會帶出業力的，而我們的修行就是修這一道，我們不去造作這個惡業，所以給個心呢，就做所有的身口意行為呢，不是出於貪嗔痴，而是出於無貪無嗔無痴，無貪的心就是一個出離的心，出嚟嘅動機，無親嘅心咧就係慈悲嘅動機，無痴咧就係一種智慧嘅動機，所以無貪無親無痴唔代表冇推動力嘅，但佢嘅推動力咧係智慧係慈悲係覺知即係呢種善法嘅推動力去做嘢，咁呢啲係善業去修行嘅點咧就喺呢一度。好啦，系正见师傅开始就收集四念处嘅法念处，是否应该用自己嘅经验感受嚟观？第二观嘅时候，可否加入有思维嚟嘅概念？概念嘅运用咧，其实系需要嘅，因为我哋譬如话无常、苦、无我，我哋对呢样嘢嘅認知咧，都係概念嚟噶嘛。所謂嘅法咧，就係我哋對法嘅一啲描述啊，譬如無常、苦、無我咁嘅樣，呢全部都係概念法嚟嘅。
但我哋要借住呢个概念，就系、是、引导我哋要一个正确嘅角度去观察、去感受、去印证，而得到嘅嗰种嘅感受咧，同埋领悟咧，先至系真正嘅智慧。但系喺生性智慧升起之前咧，我哋要起码要有呢啲嘅概念认知先得嘅。如果你完全冇概念嘅思维嘅能力咧，你根本就唔会明白咩叫四圣谛。是不是人家跟你讲四圣谛你根本听不明白。即是好像你即是你跟一个语言不通的人你跟他讲四圣谛完全听不明白。那他听不明白他怎么可能又会跟着这个法去修行去做到去领悟到呢所以过程里面是需要有概念但是呢概念只是工具。我们最终得到明白到的法呢它就是一种你亲近的经验。那个就不是概念了。而我哋呢个法念处咧，其实个对象咧，其实就系所有现象，所有嘅东西。呢个法诸法就指一切东西，只包括世间法，包括出世间法，都系属于呢个诸法嘅范围。而诸法范围咧，咁啊，佢系全部都系无我嘅。我哋就用无我呢种角度，去观察，去印证，一切嘅。即係現象，咁你內心就會慢慢明白啊，原來呢個道理係啱嘅，咁會產生出呢種離欲嘅效果，你嘅執著會減少，呢個就係我哋要修法念處所要得到嘅個效果，就係減少我哋嘅執著，放下貪嗔痴。第六題，請問袁師傅打風行雷閃電嘅日子，如果喺屋企聽唔到外面嘅聲音咁嘅條件下，可唔可以照常打坐？或者會好似坊間傳聞會被打風雷電嘅氣場所影響呢？氣場有冇影響呢？這個可能有可能冇啦。但係我哋禅修咧，唔係收氣，唔係收呢啲氣唔係收狀態。即使是我們狀態不好的時候我們都可以禅修因為禅修修的是心即是說你面對順境或者逆境的時候你用什麼心去面對所以即使你今天坐得很差你可能外面行雷閃電你裡面也在行雷閃電即是說你的念頭和情緒不斷地滾動但是我們都可以在這裡學訓練到自己的心我哋利用呢個逆境，我哋保持謙卑嘅覺知，咁嘅樣啫。我哋唔使同佢對抗，就好似面對出邊嘅大自然嘅天氣、行雷閃電咁樣，你冇能力同佢對抗嘅。你只能夠做一個謙卑嘅小草，係咪？咁你喺呢個狂風暴雨入邊咧，你嘅生存嘅能力係最高嘅。如果你要做一個強壯啲大樹咧，咁你可能你受得住八號風球，你受唔住十號風球。但是草就没事你看看。所以这些逆境也都可以给到我们训练令到我们的禅修进步。因为我们是修心不是修气。第七是素食的时修打坐的利益是在哪一方面呢是不是因为少了肚里面所食的众生的怨气还是因为纯粹是慈悲心怨不怨气呢就不一定只是肉才有怨气你怎么知道菜没有怨气因为你想想你种菜的过程里面你可能用了很多杀虫剂那些虫死了它又要怨哪个可能又落了你的肚子落了你的素这件事你估不到但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食肉和食素它对我们即生理上的影响是有的即这个在营养的角度或者是即能量的角度来看都会有这方面的影响你自己的感受咯如果你觉得对你完全没有影响或者说我锯完耙之后今天打坐更加好的那你即管试试每日锯耙看看会不会打坐都好但如果你发觉是真的有影响的你自己试到了你就會知道我哋食得清淡啲，自己嘅雜念慾望都會少啲。
咁呢個係可以自己親身去感受到，唔使理背後啊，到底係怨氣啊，定係營養啊，定係乜嘢，係咪？即使我哋唔知道，唔影響我哋嘅經驗啊。但係最後係請教如何對治執著啊？咪就係、是、嚇，呢、這個就係佛法嘅全部咯。佢成個佛法都係為咗呢個原因啫嘛，係咪？八正道都係為咗呢個原因啫嘛，戒定慧都係為咗呢個原因啫嘛，啊！所以戒定慧三樣嘢都要嘅，啊！你淨係打坐對治執著都唔夠，要持戒，亦都要有智慧，啊！所以係要三管齊下，啊！八正道一齊行，啊！咁樣咧先係先可以係有效咁樣去令我哋少啲執著，啊！好啦。好啦，咁啊，現場有冇咩問題？法師你好，我想問一下關於孝道嘅執著，因為即係佛學入去呢一方面，因為東方人就會好執著於孝道啦，咁然後好多家庭可能會有一個執著就係我養你，你就養我。咁感恩心係一個善法嚟嘅。啊、即是你真正的孝不是说你行为上做到那些的行为的准则、啊、即是人家想你的妈要求什么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那就叫做孝了。真正的孝呢是由你的心发出来的，你是真心地觉得父母对你的 有恩，你想报恩，你主动地去为他付出、啊、那这种才是孝，这种才是美德，是吧？但如果你內心沒有這種動機的，只是為了就是說滿足這個社會、這個家庭或者其他人的眼光，滿足有這些理由去做一些叫做孝順的行為，這種就 不算是孝，不算是一種的知恩報恩。我們更加要去培養是一種知恩報恩這種善法，而不是說只是只有一個行為沒有心的，是要有心的。即我哋要諗下父母對我哋嘅恩德，啊、即喺我哋，即使佢父母嘅、啊、性格幾差都好，或者話佢過程入邊點樣唔識教細路都好，起碼佢都養大咗我哋啦。啊，喺我哋啱啱出世嘅時候，冇咗父母嘅話，我哋生存唔到啊，係咪？咁父母幾差都好，起碼都令我哋生存到，令到我哋長大。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恩德嚟嘅。啊，同埋有時即使係父母係一啲嘅負面嘅影響，啊，負面嘅影響咧，佢未誒，佢亦都係帶出啊我哋某方面嘅成長，係咪？即係如果我哋成世人都係經歷啲順境咧，啊，有全部都係好完美嘅狀態之下長大咧，唔代表你嘅心性成長會更加好喎。啊，有時我哋就係要經歷呢啲唔如意嘅事情，唔如意嘅關係。我哋反而先可以得到成長。啊，我哋咁樣諗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助緣嚟嘅。啊，去嘗試咁樣去思維，去提起自己內心嘅個感恩心，然後去做一啲嘢表達出嚟，咁樣就係你自己嘅善法。啊，我哋唔一定要啊做到人哋要求你啊綁架你要做嘅事情。啊，即係嗰個咧咁樣做出嚟咧，就只係就唔係一個出於孝嘅原因。我哋要做就係做真正嘅孝，啊！但係你做到幾多咧，表達到幾多咧，你就去表達，真心咁去做，啊！即係你真心咁樣啊，請阿媽食一餐飯啊，好過你係唔真心咁樣俾1000萬佢，啱唔啱？因為前者係真情流露嘅，啊，一種真正嘅孝順，真心嘅，後者可能只係道德綁架。好，仲有冇其他問題？冇問題係咪？啊，好啦，咁啊，喺度結束啦。